步行不变，左手以桡骨侧，两臂桡骨侧为力点，右手猛然往后拉，收于右腰际，长利刀削竹，左右两下呈利刀削竹，要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，呈上势，步行不变，左手以左前臂桡骨侧后向前推削出，同时右掌收回至右腰际，先左后右两下长利刀削竹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左掌理旋向前飙出，右掌贯拳，掌心向下收于右腰际，左右两下呈将军出剑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，步行不变，左掌外旋呈鹰标掌插出，向前表出，右掌外旋使掌心向上收于右腰际，呈左将军出剑，左右两下呈将军出剑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势，步行不变，右手里收，左手向外推出，置于胸前，两掌经过沉腕作结，呈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，右掌外旋往后回拉，左掌向前推出，两掌呈经沉腕作结，呈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外摆，左脚提起，向前上一步，呈步丁步发马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做蝴蝶双飞，使两掌心向上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，右脚外摆30度，随即提起，左脚上步，呈左步丁步发马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使掌心朝内，然后向左向右拨出，拨开，使掌心
朝上呈蝴蝶双飞，掩饰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左内右外，然后向下拨出，呈左外右内，向下向左拨开，呈拨水求鱼，使两掌心向下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右外左内，然后转掌呈左外右内，两手向左右两侧分别拨开，使掌心朝下，呈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以两腕背为力点，向前上方用力顶出，使掌心朝下，呈心中照地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呈上式，步行不变，两手以两腕背为力点，向前用力顶出，两手形像金钟一样，使两掌心朝下，做心中照地，两眼朝前平视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成掌，在胸前以尺骨为力点，向里加劲，使两掌心朝里，左手在外，右手在内，目视前方，呈白鹤剪翅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呈上式，步行不变，两手成掌由外向中加劲，左掌在外，右掌在内，两掌心朝里，呈白鹤剪翅，目视前方。以右前臂尺骨侧为力点，往里推，右手左手往回拉，置于右际，然后左掌向前里收，右手回拉至腰际，
左右两下，长利刀削竹，目视前方。现在，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右手以前臂尺骨侧为力点，往前削出，左手往后回拉至左腰际，先左后右分别做两下，长利刀削竹。步行不变，左手往回拉，然后外旋，收于左腰际，右手外旋，长音标手向前插出，长左右两下的将军出现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步行不变，左手外旋里收至左腰际，使掌心向上，右手同时内旋，使掌心向下，向前表出，左右左分别两下，长将军出剑，要目视前方。长上势，步行不变，左手外旋里收，右手由后向前推出，两掌心分别朝上，然后经过沉腕作结，使两掌心相对，目视前方，长双肢朝阳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长上势，步行不变，左手外旋里收，使掌心朝上，左手右手由后向前推出，使掌心朝上，两手同时经过转腕沉腕作结，长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外摆，随即上右脚长右步丁步巴马，两手同时外旋，使掌心朝内，交叉于胸前，两手外旋向左向右做蝴蝶双飞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眼朝前平视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左脚外展，随即提起，右脚向右圈步，长右步丁步巴马，两手外旋，使掌心朝里，交叉于胸前，从里
向前向外，拨开隔开，使两掌心朝上，呈蝴蝶双飞，眼朝前平视。步行不变，两掌上仰，右内左外，两掌心朝里，相交于胸前，后转，两掌以鹤拳向下向两侧拨开，使掌心朝下，长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再做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两手相交，使掌心朝里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同时往然后外旋，向下向左右两侧拨开，使掌心朝下，长拨水求鱼，两眼朝前平视。步行不变，两手以两腕背为力点，向前顶出，使两掌心朝下，呈金钟罩地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两手以两腕背为力点，向前用力顶出，使两掌心朝下，手型像金钟一样，这叫做金钟罩地，要目视前方。长上势，步行不变，两手里收长鹤翅掌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向内加劲，左手在内，右手在外，两掌心朝里，目视前方，长白鹤剪翅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成掌，外旋回收，向内加劲，使两掌心朝里，呈白鹤剪翅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左手里旋，以尺骨侧为力点，向前挑出，右手收于右腰际，掌心朝上，先左后右，分别两下
常利刀削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左手以前臂尺骨侧为力点向前削出，右手往后回拉，使两掌心朝上置于右腰际，然后右掌向前削出，左手回拉在左腰际，长左右利刀削足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手外旋往右里收，置于右腰际，左手里收，使掌心朝下，向前标出左右两下，长将军出剑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右手外旋回拉于左腰际，使掌心朝上，左手内旋向前表出，左右两下长将军出剑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手外旋里收，左掌向前推出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然后经过转腕作结沉腕的动作，使两掌心斜朝上，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右掌外旋手同时左掌外旋前推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然后经过沉腕作结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
右脚向后退一步，两掌抓握成拳，往里收，右拳冲出，左拳回拉收于左腰肌，这个叫做穿心中拳。两眼目视前方，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一个说明。右脚后撤一步，然后两手抓握成拳，稍微里收，右拳向前冲出，左拳收于左腰际，常穿心中拳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向后退一步，右手外旋收于腰际，然后左拳外旋向前冲出，常穿心中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左脚向后退一步，然后同时右拳外旋里收，左拳内旋冲出，右拳置于右腰际，常穿心中拳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后退一步，右拳呵斥拳向前冲出，同时左拳收于腰际，常穿心中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右脚向后退一步，左拳外旋收入于左腰际，然后同时右拳外旋向前冲出，常穿心中拳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外展，随即右脚上步，左手同时从左向右划弧，做一枝梅花的动作，同时右拳长鹤赤指，经过了左手拳，做向左的鹤翅抬腰，或者是说做白鹤吻嘴都可以。两眼要朝前平视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左脚外展，随即右脚前脚上步，然后左手从右前臂下穿过，左手
右手长鹤赤指往右划弧。然后向左插击，左手的动作为一枝梅花，右手的动作为鹤翅裁腰，要两眼朝前平视。长上式，旋转360度，右脚向左跨出一步，向后转体360度，然后左掌划弧下按，右手提起握拳，做白鹤护巢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，右脚要向左横摆，转身360度，右手提起，左手扬掌，同时弧形下按，猛然转身360度，做鹤爪前抓白鹤护巢的动作。呈上式，后脚挑起，以脚后跟为立点，向后蹬出，做白马悬蹄。长上式，右脚往前落地，两手向前插掌，长美女照镜，然后经过顺时针的一圈的旋转，做颈盘摇出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后撤一大步，长左弓步，两手内收上扬，从外向内向中向下抓摘，长仙人摘桃，目视前方。随即左脚外摆，右脚直立直起上步，两手变成爪变掌向前划弧，
抓窝往左摘拉成仙人摘花的姿势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后退一步，转身右转身九十度长平马，两手做中盘摇，青龙出水动作，目视右前方。左脚外展，随即右脚上步，后左手这样圈抓，右手往从右往上往中砍击，使左手的动作为鹤爪前抓，左掌叫飞天砍斧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变掌，左手由左向上向前划弧猛击，右手从后往左劈击，路线整个的动作呈十字形，呈十字打手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左右两手向右前方分别抖出，由左向前抖出做白鹤抖铃，目视右前方。长上式步行不变，右手外旋顺时针转圈，掌根下沉，两手形成凤尾垂落，目视右前方。右脚里收半步呈白鹤犄角，两手收至左腹前，左手立掌，右手握拳，从左腹窝前向前向中弧形推出，置于身前呈将军挂印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后撤半步呈开立步，两手同时里收回收至两鹤拳两胸前，心外旋使掌心向下往下按压，使用螺旋劲呈半月沉江，目视前方。Thank you.
身体起立，右脚离收靠于左脚，两手自然下垂，贴于大腿两侧，目视前方。这套穿心中拳是跟七步三站、十三步摇、十三太保、鸭子蜜水，这总共几个套路，是咏春白鹤拳的最基本的功法练习套路。它是在前面四个套路的基础，动作上增加了左右开大小门，左闪灵活的利用步法的练功方法，它着重于中盘的攻防练习。到了穿心中拳，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，整个套路演练起来，似刚非刚，似柔非柔，刚柔相济，